我们是不会排泄的，不太舒服哦。排泄听起来怪怪的哦。直接就排挤耶，哎哎哎，什么？看你在发呆，点名蚂蚁在滑手机，被发现了。哎，我在啊，还有哎，小光人呢？不见了。你看看，秀光，小光，今天11个人。那今天说明一下啊，这个狼人杀的地图它有更新哦。哇，更新只是更新到 1.17 啦。对，但是它更新到 1.17 我发现它的告示牌作者可能要看一下，它点都没有反应，就不会改变字。哎、对啊，因为也没有更新新的，所以我们就一样 1.16.5 的版本。好的，作者有预告，它之后除了更新到 1.17 之外，它可能还会有 大改变。耶、yeah! 哦，有新东西可以玩喽、哦！说不定下一次就会有了，我们就要给作者压力。作者，我们好期待哦！今天是我们等待的第一天哦，我会每天写日记，我们写天写日记，天写日记，然后每催一次就晚一天咯。你是说底下留言什么？叉叉叉怎么还不更新、啊？我晚一天了，我就是 BOB 和我晚一天了。那我们今天11个轮，我们的配置就各种都有，但是之前有人说村民都很可怜呐、啊。所以就多唱一点歌，好不好？好，唱歌嗨起来！啊，耶耶！第一场，好久没有来，再来那个、啊、丘比特，丘比特哦，死亡笔记本，那我来看谁票我咯，危险咯！没事，第一天没办法票，第一天不能票，你第一天就得选了，好不好？没事，好好好好。那小光想要什么地图啦？地图吗？最原始的那张吗？最原始那个雪村吗？啊，雪村好啊！哦，玩雪玩雪打雪玩雪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的，好，没问题。第一天不能乱票哦，走起来！好哦哦，还有好想唱歌，好想唱歌！我已经想到我今天要唱什么了，太歌声哦。已经想好了啦，对啊，特地让人鱼两个，就让大家可以唱起来。哇，你没有先讲，没有那个了。有啦有啦，我已经想好了，我今天要唱、那個。你要自己准备干嘛？我们昨天有在唱、啊，你是不是？对啊，我昨天有在唱，每次都嘛都有人鱼。他想说今天加倍嘛，没有想到。对啊，没想到今天人鱼加倍大放送啊。UP 池 UP 池，那个甘蔗突袭活动，竹子不能站在上面哦。主播账号，主播账号，主播账号，其他都可以。好，团团怪怪的，我看到团团在那边跑，干嘛？我走在路上还不理你，怪怪的。光什么职业啊？好好奇哦，小光。我是平民啊，平民太多了，没有平民，没有平民吧？有平民吗？没有平民啊。就是因为没有平民，所以才是人鱼加倍哦！大家小心小光哦。哦，不对，那边有87个人。我平民是月明哦。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月亮可以查个小光哦。哎，有人躲起来了。我现在是谁啊？他是在平民就不是。诺伊，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那边是鬼啊！快点把我拉过去。那里是鬼，不是。快跑，团团！团团。我看到团团在跑，不是啊！我看到小雨站得很高，不晓得在干嘛。小雨在德高望重。你们在哪里？我害怕，快救！你说你在那边？小光，巧克力是鬼，是鬼，巧克力。我不是，我不是鬼。我都可以看到团团，可以看到小雨了，哭啊！月饼，诺音，还有。哎，完了，狼人没人，有都可以动，还是哦。是小光，别躲他了，我不是，我不是。小光，我是预言家，小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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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说了，小光，不是我们吗？真的？我是好人吧？我是好人吧？小光在我前后面，小光在我前后面，我是好人。小光，小光，小光，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啊？你上天小雨啊？报名啊，报名！他在冰湖那里，他在冰湖那。冰湖，我已经被两票了，我是狼了。好，你已经被两票了，他已经被两票了，他两票了，三票了，三票。好，那你加油，那你加油。波波，陪我。好，我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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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绝对陪你啊！我跟你讲，最挺你了。那个女巫在吗？那个波波说要陪她、啊。不是，波波你在哪里？不要读小光，拜托。不是，不要。我刚刚干嘛？2020躲厕所。20是鬼，20是鬼，20是鬼。我对20本来就是鬼了哈。对啊，他本来你躲厕所没有错、啊，但我不见你之后你就出来了。那个20等一下会 Q 走，那个20等一下会 Q 走。做鬼不放过你们的。这些不来就是鬼了，这已经是鬼了，是鬼了。诺伊，你可以朝他看繁星。好人刚在诺伊，刚在超度了，超度了，超度了，他超度了，万事过去，不会了，超度了，完蛋了。小雨，下面有鬼，我想说他晚上的时候在小光的附近，又有鬼了，原来。原来白星在偷窥小光狼、这个啊、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什么鬼怎么有这个声音好可怕啊你看你跑得好像有点快哦你是女巫哦哎呀没有吗开毒啊波波想要被毒啊没有没有没有毒了啦毒了啦然后我要去唱、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巧克力你在哪里我要去唱歌了气死我了谁是狼？狼儿出来！欸、狼人都没穿装备，有必要啊？对啊，不是，我不是，我抖 M 是谁啊？我刚楼下，你又抖 M 了、啊，有看抖 M 的？都几乎看到过啊，杰、啊、克有看到过吗？杰克有，杰克有啊，我在这里。马一，不要，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用，可以。不要不要，马一，你听我说，不要，不可以。他说要陪小光，结果他还在这里。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诚信。他是什么？我诚信最重要，对不对？诚信至上。没有，我是巧克力椰膏。诚信至上，诚信至上。毒死了，毒死了。我让你比较快一点呐、啊，我让你比较快一点。我想唱歌呀，等下你真的要？我们对你多好，我们还帮你擦屁股呢。哦、所以你刚没唱到。我刚刚完全没唱，没有狼啊，我怎么唱啊？哦，啊，可是你说要陪小光啊。对啊，好人少两个。那你只是说谎吗？你只是说说的啦。好啦，你原来对我说说的吗，波波？啊，小光，你都对小光始乱终弃，下线吃烤肉，下线去吃烤肉。你们也太提早过中秋了，等一下，台南好伙伴少一枚。没有，我们永远都是。哎呦，爸爸 baby， 爸爸 baby， 是啊，爸爸 baby。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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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团团一起拍狼，拍狼过桥了，拍狼，哎、欸，两拍狼啊，发发、啊啊，你没办法运气玩游戏了，对不对，发发？发发 baby， 我看看你，发发 baby 在哪里？发发 baby， 刚在冰的附近，是不是这只？拿武器很凶，我们是马一，在哪里？哪里呀、啊？他们都躲起来了，他躲起来了，薄荷姐姐嘞？薄荷姐姐，对，薄荷姐姐，薄荷巧克力姐姐不见了，这样怎么办？薄荷姐姐不见了呢，开毒啊，乱毒算了啦。可是，不要算了。刚刚屋顶是谁？怎么上来的？好强哦！啊，是我拉的啦，我拉的。哦哦，爸爸，大麻衣在这里啊！大麻衣，大麻衣，唱歌给你听了呀！赶快来找他！哎呀，发发 baby， 发发 baby。欸、你那个上面我都还是不太会走、欸，我也不知道这边怎么上。我刚刚被拉上来，那边要从左边，那边那边哦，要从左边屋顶过去。另一栋屋顶哦，太远了吧？哦，找到你了！哎呀，我的眼睛要死了！你怎么 baby 要死了？他从我后面撞上去，太扯了吧！你不能单独去找他，你会被他吃掉啊！他最喜欢吃大蚂蚁了，好吃好吃，大蚂蚁。是觉得那窗户的风景很美，看了一下我就被打。啊、你被推下悬崖了，这可是我还没成功哎，那很远啊，太可惜了。他们是不是要？他们在你们左边。他们当然来了，绿色哦，这么快。
那个有梯子可以到屋顶上啊，我没有知道效果啊，我要先不要搞，我都不知道有梯子啊。不是，我说我也是小雨传过来，我才知道原来这边可以上来有梯子，有啊，屋顶比较高的那一栋，那边有梯子。那一栋的屋顶没有，不是这一栋，你要从另一栋，不是另外一栋，另外一栋。对，所以他真的很远，他跑了啦。你们好，我不会找你啊！哦，这个哪条路的？他跑，在哪里？有点角落，他没有进屋。你不要替我报仇啊！附近，人呢？屋子刚有个 ID， 屋子里面有一个 ID。这是屋子里的咯，刚刚屋子有一个，应该是发发 baby 吧，另外一节课吧，好强哦，不是啦，不是啦，哇塞，那个很夸张哎，哇，好可怜，我们没看到啊，哇，哇塞，我知道哇，哦，还在这个，依依耶，现在是哪里？在哪里？哎，诺伊，你在哪？在后面，在后面，那个雪，中间那个，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雪啦！等一下，那你前面那个，那眼睛一亮哎，好强哦！爸爸上轮到你了，好像来不及了，不要，哎呀的，要不呢？来陪我，哎，潘潘，你应该去当读诺英的哈。那么雪亮的眼睛嘞，好强哦！好丑，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没人看得到哎，真的哇！薄荷姐姐今天那个气势来了，实力游戏哦，没有在用力，完了完了完了，但是他不会跑酷，我们要活着，完了完了 ！I'm so scared， 我们必须要票狼，我们必须要先票狼，狼太可怕了。哦，是还有哦，哎，没有了哈。我们还有那个哦，没有了，已经被撞上去了。单腿。在冰湖有一个冰湖，应该是杰克。不是啊，啊，第一只薄荷在哪？是我啦，哈哈。都在我脚下，哈哈。没有啦，是我啦，真的是我啦，哈哈。薄荷在哪里？我要看团团跟巧克力。薄荷，这是什么？我死了！薄荷出来！我飘到方法，我飘到方法了！真的吗？啪啪啪啪啪啪！你怎么不飘了？酸啊！哎呦，团团，谁靠近你就直接毒他！哇！你很强，我完全毒到，我毒掉了！哇！啪啪啪啪！我毒掉了，怎么办？啊，那你们赢了耶！我死了，你不会被飘到就好，或者你可以飘到吗？我会被飘到，你会被飘到？对啊，不会，我已经飘到了，我没办法了。爸爸，中间雪屋啊，救人啊！我就躲着了，救你自己，为什么不救自己？我在想的，如果你反票至少几率高一点。我不想努力了，我躺着吧。不要躺着，是怎样？躺着就难哦。那团团团团团，快点，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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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耶！自己劈，我自己劈，自己劈！哦，输人啊！爸爸打赢了，爸爸打赢了，真的打赢了！打赢了！你玩游戏，哈哈！我说两个都凑过来，让我说我自己是忍者就好了。哎呀，其实前几天有机会票狼， oh. 我就想说不行，狼先留一下好了。我也是想说狼留一下，我的钥匙都不拿出来堵狼啊，不留人鱼啊，以为团结一条心，其实 CP 在作怪，两个 CP， 好可惜啊，太可惜啦。干嘛彪彪？我让你说话算话呢，免得你又再没有诚信了。有人能凑情侣，气死了！难怪，完了。然后那时候团在上面，我还以为他要直接开读诺音。我原本在想到底要不要，可是这样会不会就太明显？你知道吗？会很明显啊！啊，哎，女巫跟忍者其实蛮强的，可惜了，可惜了，刚刚卡住了。
那这个再来咯。好，好，我刚刚记得没有村民啊。平常有说啊，人鱼有两只鱼，悍跳人鱼最 OK。我刚刚在开场进来的时候忘记听到这一段。再一次，直接被抓包，那边抓包啊，算了，就不演了。那就再来啦。好，好嘞，我可以，我们直接现行的，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你这是你这是什么了？碰一下而已，你又隐形了，又隹形了，你又隹形了，对啊，你被说隐形，莫名其妙，二零是不是怪怪的？怪怪的哦，哦，嗯嗯，二零怪怪，波波波飘我，我们里面就没有飘飘飘你啊，莫名其妙，怪怪的，飘你，怪怪的，你是小丑，你是嘴巴，我最相信了，我用嘴巴，你好好讲话。怎么？你用嘴巴票他？哇，这个告了！哇，你告了，告了，告了！支持我，支持你！我是无辜的啊！我帮你站台好不好？他才是无辜的，我才是无辜的。莫名其妙又被你用嘴巴票，不是，我嘴巴怎么票人啊？我的天呀！可以啊，我说我票你这样。谢喽！票票嘴。这好可怕，票票嘴，躲起来，天黑喽，哦，是谁在屋顶上啊？我啊我啊，看他们唱不唱歌啊？哎哎，有，你要确保万一吗？确保万一，我可以查他，他是好人。哎、欸，没有，他不是，快跑！真的，我冤家。这有个天神的声音，你快有天神啊！我一个东一个狼东，还在那边装。四个波波，七个秃，八个秃，六个还是秃秃秃秃秃秃。好猛啊！洛英，你是不是很得意？哎、欸，我刚拍他，为什么他可以动啊？还是刚好结束了、啊？刚好可能结束了。那你是人鱼啊？哦，对啊，可是刚不是沙巴鲁豆吗？你刚拍我啊！你刚拍我，结束了，结束了吧？结束了。我就想说，你知道诺英的反应在上面，然后诺英穿装，然后这边蹲蹲。所以是诺英，诺英是狼，诺英是狼，诺英哦。我就还是查他，他是狼人，他把繁星跟团团给刀了。小光，你是什么？小光是不是狼？我是忍者。我刚看他没有动哎。他飘我，我是人鱼。你不是吧？我刚看到你穿装哎。是吗？你搞要骗，你搞要骗，自己在唱歌。你如果是人鱼，波波是人鱼，他一定会很开心唱歌。对对对，宝宝，我刚刚唱了，我唱十个波波，七个秃，八个秃，九个还是秃秃秃啊！哎，那我刚刚穿着狼人装唱歌，哎，干嘛？啊！有有。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一人一票，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发发 baby 怪怪的，发发 baby， 发发 baby 又怎么了？他又怎么怪怪的？你又怎么了？我又怎么了？他在追着我，他在追着我，我哪有追着你呀？我和姐姐想要带我去，反正又没事。算了，你既然误会我，那我不要跳了，你不要跳了。你误会我，不要跳你。世界吗？好可怕啊！这世界太危险了吧？真的是太危险了。完了。那个彪是狼啦！不是啦，我在这里就是狼，我刚就说了，不是彪不是，对不起，我卡一下，快跑，彪不是。Are you ready? Let's go. Are you ready? Hey, no way， 加入我的行列。快跑！这里是谁？这是爸爸。那是薄荷小姐，那是薄荷姐。爸爸很可疑，爸爸很可疑，你们自己加油，我要倒了。完了，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再见了，再见。完了，冰上怎么也是啦？是我啦！完了！我真的可以活过吗？我卡住了，我完了。是谁？我就跟你讲，薄荷姐姐怪怪的，你不相信我？这有一个怨灵啊！啊，对，还有怨灵，没关系啊，还可以再找一个狼啊！狼啊，狼乖啊！我是怨家，帮你找怨灵。好，谁是？我觉得可能是怨灵，吞死了。哎妈，谁是狼？你是的。谁是狼？如果我是团团，我是可以再查一次啊。然后小雨二零是什么？二零小雨是好人，小雨是好人。人他刚刚被定住，他被定住的时候他会动。我是你的心上人。刚刚那个月饼在偷打我，哎，这小光你要干嘛？你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靠近而已，没事没事。爸爸在哪？我不告诉你。杰克也是好。
我不告诉你，波波是哪？波波不是，波波不是，我刚查他会唱歌。我是这样，我是刚刚我看录音，然后又查了波波。这样传的话剩谁啊？你知道彪彪在我家楼下唱歌听大声的、那个爸爸，还是大蚂蚁小姐？大蚂蚁小姐，大蚂蚁小姐，大蚂蚁小姐，我不告诉你，他爸爸都藏起来了。小光有可能是怨灵，我等一下可以查查。小光怨灵，完了，我不是怨灵，他是有鬼啊 ！Q me， 没小光是小光是狼，小光是狼，我不是狼，我不是，不能误会我。哦那我都知道了，小光跟那个啊，发发，对啊，有个发发，应该知道啊。啊，还有一只嘞，死了，又死后面发的，小心点。杰克是狼，杰克是狼，他穿着，杰克是怨灵，有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啊，我只是，我说签字，我的帽子太明显了。你签字小光，签字给他，签字久一点。来呀来呀，你就签字了。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逃。你要跟我打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先跑了，对不起大姐，薄荷姐姐。你再继续没关系啊。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有。他在上面呢，他无良。好，无良，无良，无良。无良也太好笑了。有。他怎么可以躲在上面？有，我们不知道怎么上去。这边要跑酷。跑酷跑酷，发发发发嘞！我都有那么多，哦，我看到发发 baby， 他都一样在那上面啊，他在树上，哦，飘到他了，飘到他了，不，发发不要走 ，baby， 哎，你没事没事没事，你躲起来，彪彪你躲起来，哦，我鼻子痒，等一下，我鼻子痒，等一下，你完蛋了，你站在那边，你死定了，我把你锤死，你今天有点，锤死你，是发发，锤死他。对不起，我要锤死他，他今天真的很皮。没有我好了，姐姐，一起走。我和姐姐，我错了，你原谅我。不行，你今天很皮，我要锤。二零是不是也在扛？我是忍者哈特利啊，没有，是他们私人恩怨。不过姐姐，我快死了，真的。你刚才在皮呀？你在皮呀？你刚才不是？我真的要死，我一个把我的力给他死了，死啊！哎，这个被打死了，打死了！哎呀，完。好扯哦！哇，好强哦！爸，你的拳头怎么大，爸爸？好强啊！大的拳头啊！那直接撞爆你！薄荷姐姐，我错了。哪像某一个人还想要用杀是狼人。哎，二零蚂蚁活下来哦！我努力哦。哦，蚂蚁很溜，蚂蚁很溜的很。他已经躲过好几次死劫了。哇！时辰到了，时辰到了。哦，你出去看一下他们到大概在哪哦。二零，你什么啊？我猎人。哦，你是猎人啊？你说猎人吗？勉强有用。猎人吗？狼人吗？丘比特那个猎人？猎人吗？是 lover 还是 hunter？ 然后说我是爱情猎人。小光，你怎么了？两个都是。啊？怎么了？找你啊？找我吗？我没有，我躲起来了。我在找你啦，找一下啦，来救一下。你有包裹啦，出来搜一下。没有，我在家里啊，我在家里，我没事，我不敢。有追你吗？不能群聚啊，现在不行。现在疫情关系嘛，四个而已，四个而已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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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多。我比较内向啊，不行。不过我们的鬼是群聚啦，我的天。我帮你们不行啊，我有点害怕。我都怕特，我不太想跟大家见面，我没有。你的肩膀重重的吗？不是，肩膀在看着你。真的假的？对啊。好恐怖哦，这间感觉有点阴哦。小马达，小马达，对不对？放出来。你为什么小光出来一下啦？为什么你小光出来一下？因为你看那个旁边那个跟他很像啊。对啊，你跟旁边这个超像的。超像的啦，你快出来！楼梯旁边，对对对，小光就在旁边而已。楼梯，你看楼梯旁边，你看他超像的，你看他超像的。哦，你说他的眼睛吗？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那我知道，查一下杰克，再查一次杰克，不要编了，都停了，再查一次杰克好了。是你是旁观者吗？你要城堡啊？差点就死翘翘，有点危险啊！小光，别这样啊！没有啦，不是我，那不是我，明明就是杰克，吓到我了！你吓到我！不要！
该的。我的右键。好猛哦！我们俩小乖乖，没有，那是杰克，我看你看我死了，等一下白天就三人发光，你们就可以追击到他了。二零吧，白天就亮晶晶了。有零三，白天有二零。啊，对啊，二零啊，是二零，二零三的，二零三的。你要赶快准备去票他，不然的话就只会越来越少人哦。对吧？没有这种事情啊，他别发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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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光你躲也没有用的。谁是鬼？有一点多耶，很多鬼耶，到处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到处还有疑问吗？大猩猩，大猩猩不能只会逃，你要会盘，要会算出来到底谁是坏人呢？二零要开通道喽，二零要开通道喽，二零要开通道了，哇，小乖乖被包了，哇，开盒子喽，开盒子了，哎，二零这边跑过去，好像可以，二零。最后一刻溜一波啊，二零零！你哭笑，太厉害啦！这个也不会帮你开通道的，这个也不会帮你开通道。还想说二零会不会没看到啊？这么亮啊，还好还有戴墨镜。可惜哦，看到了，看到了。我觉得最险恶就是诺音刀的那一个，还在那里蹲诺音。耶！爸爸直接一死两命啊！我们等一下再拼拳一次。好、啊，来啊来啊，等一下我们再拼拳。你自己不要跟你自己不跑的。反正你现在是光卡住了，他那边卡住了。你现在是光哦，你想吃怨灵啊？连发发你也贪心。杰克重生，砸锅大拳头，要把他的帽子拿掉。好，谢谢。干嘛？那么可爱，不是旁边那个点位，那附近就是你跟小光。那再来，我们可以那个啦，道具，看那个运气，道具喽。运气时间嗨起来喽！不要再永远都擦一个玻璃了，对，可以来个警长啊，擦一波。摘一个玻璃，那运气哎，好像很少在能给经典城镇哦，可以啊，哎呦，好的，可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掏出圣剑吧，走起来，哦，怕警长哦，繁星警长，好酷点，诺英你在哪里？给我过来，屋檐啊，屋檐不行，先票两票，先仇杀了，仇杀，屋檐，你刚喊谁？屋顶跟屋檐应该不一样，你呀。不一样，不一样，屋顶可以，屋顶唱歌也可以，拿到棒棒了，我有棒棒耶，棒棒，棒棒，那个东西在哪里？我知道，这里可以传上去，哎，玻璃了，哦，你有玻璃了，你好棒哦，我还有中介眼睛，哇，你什么都有了，你世界冠军吧？你怎么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世界冠军没送你，怎么那么厉害？我超勇的，你是很猛的，看你很勇哦，我超多棒棒，这也可以进来耶。哇，的棒棒是多强啊，很强，就是可以抵，可以抵一张票。对，你要拿在手上哦，就可以抵死一次。嗯，对，徒手出手也不是死啊，就抵一张票，没有到死了。哦，没有到死，死也太强了，是妙不是刀。好啦，你不要这样子啦，你干嘛啦？你这谁啦？好像也是可以抵一刀哎，忘记你怎么那个声音那么怪啊？是哦，后面有个鬼啊！今天好娇，你好娇羞的感觉。对啊，你太娇羞了吧？我觉得今天不太舒服。你今天怪的。伯伯是不是被拉走了？没有，那个那不是我，那是被水鬼拉走了。我们要记得用那个发光哦。拉走。我看到扎瓦鲁头先，我看到有一个在加速的。五根棒棒，我靠！看到狼人上厕所哎、欸！哎嗨嗨，楼下怎么了？上来哦！我跟杰克四好轮，我断跳不下去。诺英跑，诺英在下面，都在下面。快逃啊！你头上小心哦！快逃啊！小快跑！我这里怎么都被收光了？都没更新。我的圣剑呢？没东西收啊！圣剑不是说来就来的，圣剑是一个梦想，是一直来就一直来。好，一根就变两根，两根变四根啊！有，你是不是拿过我的圣剑二零？小光，你是什么？
我是忍者。有没有忍者要跳的？我是忍者，我才是忍者，我才是忍者。我不是忍者，我是忍者。对，我才是忍者，我才是忍者。真的，我觉得我完全相信 BOB 的话，所以我决定票 BOB 哦。对。刚被吹，我刚决定给他一个清白。来啊，来啊，来啊，小公来啊！还你一个清白。来，有种你不票啊，不票啊，忍者两个不票啊。他有 U 啊，棒！我的天。哎、欸，对我有话，好可怜哦！你这坏，你好可怜，你怎么这么坏呢？我拿出一把书籍，我们借他战了，我们只是一般人。虽然很想帮某某票，但没有办法。我想帮某某，不知道你在哪里。对啊，也是你怎么对我做这种事？哎、欸、哦。怎么了？还好，是波波吗？是波波？对，真的是波波吗？没有，我说是波波被票走。对啊，波波死了。他死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是我啊。等一下看看小光啊。等一下看小光就知道了。哦，你很强哎、欸，成为一定要成为火影。啊？成为火影真的吗？我拉一个人来看看美好的世界。为什么你是隐形的？蚂蚁，为什么我是隐形的？我隐形吗？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查蚂蚁，我查蚂蚁，等我一下，你查一下蚂蚁啊！好，我死之前查蚂蚁好不好？你等我一下，你查一下，你查一下。好了好了，你走了。哎呦，你快跑，查阿鲁多，你快跑！你是谁？你快跑！不行，我怎么可以当一个说捉就捉不到的人呢？可以，可以，可以。你那一命晚点再给他。好。你是谁？皮卡丘，皮卡丘，又是皮卡丘，他是米老鼠，米老鼠，米老鼠，刚才也蛮像的哦。哪有人把我拉到天空就把我弄死了？让你回归，让你看看美景啊！我是忍者，没想到你开心升天了。我这边有玻璃哦，有人有玻璃。大家都要玻璃哦！到底是米老鼠还是曾志成呢？曾志伟啦，曾志成，曾志成，曾志成是什么？曾志成啦，曾国成，曾国成跟曾志成合体了，合体了，合体了，融在一起了啦，融合可以飞贝特曾志成，我很怕，你真的很怕，我觉得你是鬼吧？是鬼吧？你还是给我放放，你是鬼吧？为什么玉娃棒棒就是鬼啊？哦，拿玉娃棒是鬼吗？对啊，会拿玉娃棒都是鬼啊？为什么啊？这什么根据可以？哇，这什么依据啊？有没有什么依据呢？阿法是狼人哦。阿法啊，法法，好的啦，团团，好的啦，好的啦。哈？什么？啦？你刚刚从房里穿装出来不是吗？没有啊？哦，你们这是谁很会搞？不是谁很拥有很多玻璃？嗯。我两片，我有三个，我有一个中介之眼，他有玻璃，内我都有三个玻璃，我成龙我有两个，还有中介之眼有没有玻璃？玻璃没有玻璃，我只有中介之眼。那没办法，你在哪？你缺几个玻璃？我缺蛮多玻璃，我先找路多帮助大家。好的啦，团团好的啦，那七个玻璃嘛，好的啦，我两个不好啦。有两个，你两个，那个方法我们在中间见面了，方法。哎，他在这节课，他在这节课，他在这节课。好，你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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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鱼要棒，还有鱼要棒，还有。那是我啦，我挡掉了。那是你，我的。哎呀，这样，还那没有玻璃，有玻璃。我有。厉害！没关系，玻璃，哦，很够。有了，这应该够。合成台了，哦，看到了。好久没有这样子了啦。有狼人获胜，没有啦，我第一网查你啊，所以我相信你。弓箭水晶，哎，怎么没有办法？你是和自己放，要自己放，要自己放。哦，要自定义。哎，我很好奇，刚杀死我的人是谁啊？是我。我是狼人啊，那我也想，对吧？他是诈欺师啊，诈欺师哦，他拿圣剑砍你的，我拿圣剑砍他。为什么晚上？然后爸爸是不是想不到就没穿装啊？哎，对啊，你要记得看我一个人啊，好猛哦！扛底是因为我都遇不到人啊，对啊，
不然那个收集的很快。对呀、啊，怨灵出去之后就很轻松了，真的，直接被拉。因为我们掏不出圣剑，只能掏出很多其他有的没的。我没有遇到半个人，然后想说，我就一直在收，一直在收，因为我看到道具，我就很想收集。我就不想，你就只是想要拿圣剑，你只是想抽卡而已，没错没错，运气而已。一个人的运气是比不过团队的运气的。没有爸爸，你晚上有无限的圣剑呢，为什么不要好好使用？对呀、啊，斧头就跟圣剑一样，无限圣剑呢，可以捡到宝物的感觉比较好。好好好，你可以穿衣服捡宝物啊，捡宝喽！想听的不想听的不想听。捡到跟拿棒棒糖巧克力，捡宝了。哦，我今天捡宝了，就白纸，我的天，我要气死了。哇，这好凶哦！拿个纸就气了，气气气气气！这个楼梯间都一直拿不到、欸，哪一个楼梯？我这边的大楼地上哦，在这里哦。我这边大楼连着大楼梯好多、哦，你在找他哦？对啊，看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去哦。哎，这要怎么上去、啊？看来你很不会称话呢。对啊，哦，画里的，对啊，对，还有一个画进去，画中有画。嗯，你怎样？我们在好好讲话，你就在那边说挑拨离间，说我们话中有话。啊、我的没有话，话里面有话，不要他了，受不了了。话里面有话，话里面有话。哎、欸，这里到另一栋，哇，这真的是爱情，超多哎、欸，五六个点，哦、这是啥？你在哪、啊？什么啥、啊？嗯，灵血惠顾。对啊，我在看东西哈、啊。满满的冥界惠顾，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刀了。为什么？收的很开心，是不是都一直在那边收啊？是不是你又在收了，爸爸？爸爸，好，爸爸，我是在收，没错。哦，看到那个七彩的那个大楼里面有蓝色的衣服、啊，七彩大楼。哎，诺英为什么走进去？基本上都蛮七彩的。哦、哇，诺英、哦、勇闯狼窟、欸，哎。真的是你说你说的是这间啊就是那一间，对，就是那一间，就是鬼他、哦，我好惨哦！啊，等一下，我先跑。不是诺英跟谁？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不知道。杰克是怨灵。啊！那诺英查了没？是怨灵啦！杰克，小光跟恶灵倒了。哎。还是小雨，还是小雨，哎、欸，不对，是小雨，小雨是怨灵啊，是怨灵，小雨是怨灵，小雨，我刚刚把小雨传过来啊，你要看天空吗？小雨有鬼哦，然后我碰到小雨了，哎、欸，那边在旁边，不然，可哎，看看天空，不然小雨是什么？我刚刚哎，不是人，他是他是他了，是他吗？因为他的反应。我就很怕又误会错了，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你看那个拉也太危险，怎么可以拉一个怨灵帮你挡刀啊？没有没有，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狼啦。太危险了吧？拉怨灵挡刀很棒啊！啊，为什么那么易被票啊？因为我被小雨票啊，被小雨票哦，想活着啦，他想活着啦。我再给他票啊。我是好怨灵啦，我是好怨灵。怨灵死之前丢一个玻璃出来。哇，你是好人呢、欸。随地掉落，随地掉落。我想你丢什么？你还只在丢玻璃。小雨的头好像杰克哦。哇。哎呦，因为我是女孩子的头发吗？的发型吗？你是女孩子的秀发。变女孩子啦！哎，眼睛太多了啦！对，你有两票啊！我没有票哎、欸，我刚只票了一票哎、欸！哇！你就浪费了一票，你也太可惜了吧！我忘记了，哇！太难过了，就这样子浪费了，太可惜了。还好我一爱人间的留了一个玻璃。啊、你是说捐献吗？对对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你让我变成双玻璃，双玻璃，双玻璃。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过来，那个过来，你可以再过来一下，那个过来一下，真的啦，那个有没有在说什么？对啊，你在讲什么？觉得你哦，那个再过来一下，哎、欸，那个过来一下。啊，为什么又来过来？我跟你讲，谁要帮你扛？哦，你哦，好强啊！哎、欸，凡西，哎、欸，我拿到三根，三根。
你有三根，哇哦，击退棒而已啦，击退棒而已啦。你们有谁有 body？ 我两个，我两个，没有三个，我三个，你拿来给我。所以有谁是安全的、啊？他在那个左边大楼，反团抱抱。左边大楼是什么？反团抱抱都不是两个。这个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讲出来，我在哪边好像很不妙。可是团团，他说我不是好啊。是啦，可是我怕狼人也跟着来啊。我们集体保护。我有那个，我可以。波波好啊，他真的好啊，他可以活在那边。真的好，他真的好。我就是团团说的那个诈欺师。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你为什么找不到爸爸？你怪怪的哦。哎，他刚在哪？是被票的、欸。繁星旁边，他被屁啦！不是啊，我早就跑掉了，好吗？等一下，谁出歌？谁啊？我被揪瓜了，要修啊！我被揪瓜了，你怎么没有唱？老虎傻傻分不清楚，要修啊！我被吸掉掉啊！你是等一下那个是我啦。那个是啦，没有，那是我很缓呐、啊。我觉得是巧克力耶、欸，怎么就跑了？对了，巧克力啦，我很缓哦、喔。巧克力麻衣、啊，我又怎么了？又干我屁事？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哦、喔，你妈耶！是啊。哎、欸，麻衣、啊，可是杰克，我刚刚有看他一直都那个、欸，哎，都是人的状态。他搞不好第四天的狼。又是第四天的狼了，太久了吧？他还有那个哎、欸，棒棒哦！在哪里？在哪里？你们在哪？这里是哪里啊？谁？那个棒棒是不是杰克？哎、欸，杰克在哪？嗨！好，这个听起来就是杰克是鬼了啦。我已经杀掉很多人了，我没杀啦。那你出来嘛？那你出来啊！出来！嗯，我们要双人合击，打到他。哎，对面，哎，对面。好，双人合击。我走了。哎呦，阿爸爸太强了。你们还没有两个玻璃啊？哇！蚂蚁有没有玻璃？蚂蚁有没有玻璃？你没有。傻眼兔兔，什么玻璃？玻璃那么难拿。玻璃呀、啊！我对自己喷雾，我叫狼喷雾。哇！很痛啊！这个寝室很有趣。你再不来，太 QQ 了。啊！就你们都是鬼了，我喜被安娜胜。我喜被安娜胜，弟弟。你害我们动不了了啦！就站在那边，变副偏打。哎呀，哎，这两栋之间都敢扣哎呢，你怎样？你去左边那栋，我去这边这栋。你慢安妮啦，哎呦，这个怎么上去啊？好难哦。你记得拍，你在上面等哦，蚂蚁。啊，你拍狼啦。哎呀，我不想跳了，我跟你跳。我接住你，我接住你。他忍着，对不起团团，我想说对不起，你就不这样，没有，是我跑酷太烂了。那他如果第二跳过去，搞不好。哎，团团，你刚刚丢的那是威力彩的那个吗？彩券吗？对啊，没中的啦。没中的啦，没中的，中的。科技力不没中啊。动的不在那里啊！我含着泪呀。没有你在笑。马伊怎么把我砍了？我是做做效果吧。哦，我的刀不专业。那天晚上我真的差点砍了杰克。哦，真的假的？因为你们。你是你跟在我后面那一个吗？在屋顶跟着我的。对。哦，我就想说，看我速度很快吗？感觉很可疑。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换成杰克也飙车，我就想说，哦，那自己演。对，我失忆。然后又拉了蚂蚁，就知道是臭波波，炸气师。我那时候本程拉的时候，我想说，哎，奇怪，但是有拉东西哦，然后发光，哎，怎么有个隐形的？没有啦，没有。不是我啦，而且你是被抓包的，他那个口吻就很好笑。不是啊，不是我吧？我是人鱼呀、啊，我还要秋瓜。
BB 又再来咯，好 go go go。 小光警长和小光可以善用你的两根，跳人剑没问题，我就是比人家高人一等，好吧？比人家都只有一根，我有两根。你双头龙啊？这是双头龙哎，没错，我双头龙。等下你这个这怪怪的，怎样？龙头哪两个很强啊？外块有龙头啊？双龙开局哎，没错，双龙开局。你是输了什么礼包嘛？我也想要那个，要氪金礼包。Q 妹八八八 ，Q 妹八八八，直接送你魔魔小光。那输入那个呢？呕吐六六六呢？呕吐六六六，晕了！我怎么晕了？我画面好乱哦。哎，这该拐一下吧？画面太乱了，太乱了。我输入礼包嘛，画面都在摇啊。怎么那么要管一下？哎吐。小光，你干嘛？没有，我死的就是小光。小光附近看看而已。小光现学现卖很厉害。没有，我附近逛逛看看。我附近逛逛看看，附近附近看看，然后就出了人命了，是不是？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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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很柯南哦。哦 ，OK OK，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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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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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下给你。这个头型是谁啊？发发还是小雨啊？你是不是怨灵的？哦，那不是八八。对，我们楼下有一个鬼，我们楼下有谁啊？小雨吗？他连续。啊，我啊，底下没有，底下那一个是怨灵。我这个，我这个，底下那个八八了。他刚的头很奇怪。发了在，发了在，他没事。我们等我们海南好伙伴，底下底下底下那个是哪只狼？发发在，那就是小雨啊。我不知道那个发型，我没有我的，那个又你的，又你的，没有他的。那个发型我不太清楚啦。有人被追了，我看到了，他下去了。他下海了，我们去女厕，我们去女厕，啊，好好好，女厕比较香，女厕香香的，有有，下海下海，怨灵下海。各位，我是预言家，我要跳出来讲，我预言到那个晚上验到巧克力，他是狼人。我不许你这么说，巧克力，巧克力是狼人，唱歌给你听。没有那个小光真是好人哦，我是把他拉过来的，我猎人。那你们就是双狼出击，他是开口说他是预言家，然后就倒了。谁谁谁刚谁讲他是预言家？诺英说的啊，诺英说他是预言家。没有，没有吧？不听你讲话。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找何老师来一下。我们何老师，何老师快点来，我要装一下 VR。装一下，来先充电啊。对啊，巧克力你在哪里啦？好啦，不要再巧克力在哪里呀？我在帮忙找那个怨灵呢。他不见，怨灵先找到再说啦。没事啦，那你就是狼人嘛，对不对？没事。怨灵好像是小雨嘛。就那个发型看起来很像啊，很像小雨的发型。杰克是狼吧？我刚屁股后面是狼。我一直都是狼啊，你怎么知道？哎呀，我先处理一下那个狼吗？小雨，对不起，啊，你说你，那个狼吗？先处理那个狼，你要处理哪个狼啊，小雨？我对不起小雨。我们下面那个是鬼吗？我们下面那个是鬼吗？是鬼吧？对得起他？是鬼吧？这才是鬼吧？是鬼吧？你就是鬼吧？他是不是鬼啊？那个他好像是，他是遇到鬼了。不是，他不是鬼，可以去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哎，交朋友，交朋友，你去交朋友。哎呦，这是巧克力哦，那不是。那你谁？不要跑，不要跑。等一下，等一下，我擦四个玻璃，我擦四个玻璃，杰克，你要几个？破玻璃，你在哪？我在，我在厕所。不要，不要，要没得，要要没得啦。男厕，男厕，男厕。我只有这个跟这个。哦，有有有有有。确定？我赶快再看一下。在哪？我可以给你。我们在那个有厕所的房子里面。谁知道哪一面一定都有厕所啊？有厕所，有一栋有厕所，哎，有一栋，只有一栋。繁星是什么呀？我是狼。啊，我在这个拜拜。团有一票了。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多好，你们多好。我被繁星票啊！我被。那你们玻璃，你们玻璃，你们玻璃。我没有，我全部都给你们了啦。全部。我在大女孩这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大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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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好远的，大女孩，大女孩，好远的，会爆炸吧？好好好，爸爸爸爸，我来找你，我来找你，我们去那边。不要啦，彤彤要出局了。2020是什么？我为了彤彤活下去，我们票宝宝，我们票宝宝，不要票宝宝，票宝宝，二零，你好，巧克力是狼哦，你们要记得哦。
是吗？不是吧？巧克力怎么来了？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来了！我是好人，你们都忘了。我是大女孩，是我是大女孩，上面我是大女孩，上面我没看到你啊！你们在说，我还没到顶，我还没到顶，我还没到顶。那我们可以聊天，但是不能透露了。我是冤家，我都不听他讲。怎么是你？一个眼睛，他底哦，他被拉走了哦，另一个排长哦，我少一个玻璃，我少一个玻璃，你要擦玻璃了吗？那个那个，没事，我唱歌，我去拉个女人上面，去拉个女人上面。好，你唱歌，你唱歌，要唱了吗？要唱了吗？你上去，你上去，还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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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我下面接。来，我唱喽，大合唱啊！好好好，大合唱啊！欢迎你唱，我把他们请下来，我在下面唱。我们一起走。大合唱吗？怎么只有一个人唱？你们都唱不懂啊！你们在唱什么？我怎么？我是人。再唱，再唱，再唱，再唱！今天一定可以。我被阿迪吸了。杰克，你活下来！我真的缺一个玻璃，我又缺一个玻璃了，每次都缺一个玻璃，真的缺。我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哎呀，对决啊，对决啊！漂亮，漂亮！漂亮，不会输，不会输，不会输！漂亮，漂亮！对决，对决，对对对！来来来，漂亮，漂亮，来呀！有有有，我看到巧克力了，有了，他紧张啊！杰克警长啊！我没看到他从下面来。我们缺一个，我还在中国有一娃棒棒。不用了，不用玻璃啦。哦，真的吗？你真的不用玻璃吗？去去打二零的啦，把棒棒棒把他打死啊！哈哈我打你过去，我打你过去。抓鬼开始对啊！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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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给你了。啊！二零，你怎么也被毒了？太猛了吧！太损了！我没有玩这游戏了，我都缺一个。我没办法，故意少拿一个玻璃，然后最后想用把自己给算上。没有，那就找一个玻璃。好扯哦！哎呀，差一点啊！繁星怎么死了？那团团拿圣剑砍我啊！我有圣剑，我有。哎，我每次都少一个圣剑掏出来，太可怕了。哎，哎呦，这个有圣剑拥抱，不要再当月饼。那个怎么都是你呢？是发还是小呢？听那个小雨的声音，感觉有点可疑，就咽了。感觉怨你会嗡嗡嗡哦，就看你会不会在三连当哦。不要再当月饼，我不要在那边收了啦，好烦啊！每次都找不到。杰克是警长，小雨是怨灵，我不是怨灵的。小屁是狼，波波是少一个玻璃。小雨，我下次如果当冤家，我就不会怨你了，因为我知道你会死掉，我不会再怨你了。我说你会死掉，我就不用再怨你了。等最后再把你验走就好。哎，刚刚蛮相信你，想说应该是爸爸。我是好怨灵哎，拜托。好怨灵。对啊，我都会把东西丢给人家哎。好哎，好哎。那你可以丢，但是你活不下去了。我说你可以丢你的信用卡给我吗？哇，可以啊，可是里面是空的，又没关系。可以丢你的房地产给我吗 ？Q Q。这是什么残忍的事情？哎，不对，我根本就申请不过信用卡。Q Q， 他平常是自由业就不给我办了。是啊，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你干嘛？自由业不好办。你又是谁？我叫了。可以利用一些方式。扎马路道，哇，扎马路道。哎呦，你们都可以动，你们都可以动，你们可以动。没有，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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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间可以动的是正常。对，他可以动。哎，可以直接说，你们可以直接说是谁？哦，我们这是发小波，小光。我又没有在你那里。发小光？不是，不是。哎，这个这边好像有一个怨灵。发小波，不是，我又不在你那里，你怪怪的哦，你是杰克，是杰克是怨灵？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这个听起来就是啦，杰克。是不是是啦？没事啊。久一点啦，久一点。眼睛，我去撞了，我去撞了，我又不是想把人推下去，像这样子，好，有一点可以，可以，你怎么把我们小光推下去？你怎么把我推下？哎，下面有人，没有啊？你让我有游戏体验，我警长，我可以帮你们啊。
我在对面，爸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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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个你们楼下有人，游乐园楼下有人啊。嗨。你们楼下有谁？楼下有谁？在哪里？刚刚有一个走上来。楼下。哎呦，看一下。嘿，你有没有在那栋哦？你们那栋很多人哦。我有玻璃。我是领驾。领驾吗？我没有，我中午接回去。哎，那这个给你，那这个给你。走，好像走掉了。刚好鬼走上来。哦耶！大家先考重点哦，等下考试会考。杰克是怨灵哦。杰克是怨灵。哎呀，这题一定一百分。对吧？送分题，送分题，送分题，送分题。你的头不是已经换了？你刚刚光头。不是，我刚在玩他们。我刚往三个人的地方跳。哎，其他人听起来越来越奇怪，玩他。怪怪的，玩他们，然后把别人推下楼而已。有人有看到团团吗？啊，我在这边收东西，三楼这里。团团是什么？我有玻璃跟眼睛了。好，我去找。我现在缺把揪。我有把揪，我有把揪，我有把揪。不是把揪啦，讲错了，眼泪啦，公母有啦。我有眼泪，我眼泪，我也有，我也有。是这里，这里不能做吧？你说我先来，我想玩就怨灵来的时候，怨灵来的时候不能做。那他三个是好人吗？他是好人，不是怨灵还在的时候不能做，因为会那个怨灵会。牛什么？哇！完了完了啊！糟了！你是巧克力，你是巧克力。完了你们，你们怎么了？我的同伴们，可怕！玩什么？你们玩什么？哎呀，我就知道你就是他，是你，是不是团团？不是啊，我跑走啦，我觉得太恐怖啦，你们那群。哎呦，我有一个刀。啊！给给给给，这是哪里？我有一个刀，他叫叫布里刀。哎呦，放起来，放起来，认真认真。喵喵，东东他取蜜。东他取蜜，取蜜，东他取蜜啊。哎，我在紧张哎，好猛哦，好猛哦，滑滑紧张。那我要躲起来的，贝贝。你怎么知道躲起来？要不然躲起来就不会赢嘞。哦，真的假的？对啊，你要活着啊，你要去投票啊。那我票才可以票狼，你不要又再拿三把圣剑了。我没有拿圣剑。哎，杰克，拜拜，刚刚。我刚刚被一个帅气的预言家预言。蚂蚁怎么了？蚂蚁，你说话要让大家听到。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是鬼，你是狼，你刚摸我。你这个色狼。你是狼是不是？哎，什么？什么？你没有东西吗？我画面卡住了，是不是可以退掉啊？我是用那个断线斩呐。哦，你被卡断线了，好扯哦，好扯哦，我先好扯哦，好扯哦，你先离开一下，离开一下，还离开了啊？有了有了有了，哎，可以耶，好那我们了，我们要内斗了，怎么又剩下你？我就是团团，我就是团团哎，没有啦，巧克力啦，我掉了蚂蚁跟刀了爸爸了。其实巧克力是鬼啊，没有，不是团团，我才是鬼，我才是鬼，我刚刚拉团团。前面的，你敢不敢？团团，你可不可以加速？你可不可以加速？你说我好啊，这里啊，嗨，那就是他，那就是这个，那就是这个，这不能加速了。我可以。对面的，对面的不能加速。哎，可是我缺个眼泪耶！等一下啦，哎呦，有一种传统，阿姨的必须死，等一下，你怎么有二零死掉了？因为我可以把圣剑想推啊，对呀，好瓜，是你一开始，我一开始就验出那个团团，我先留着资讯，等一下再讲。你在留啊？留资讯？我想说留啊。我想说，我拿到圣剑哦，我就问一下团团你在哪，我去陪你收集，然后准备去砍他。晚上了，看到他波波，想说，哎，波波，等一下早上我想要跟你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哎呀，在楼梯口开砍的，你被叶林打下去，我又不小心把杰克给淹死了。我躲久一点。晚上那个团团还在演呢。对。在演，然后等着就到了，就直接跑。我想说，好，先放过，先放过。因为我想着妈妈给我眼泪，我就等那个杰克走就可以直接合了。可惜埋伏在那里，还看到小光拿一个瞬间，赶快背后先刀一下。哎呀，哎呀，来不及放无敌了。哎呀。
太难过了。啊、你晚上的时候，如果拿圣剑砍狼人，是不是不会死也会死吧？也会死，会死，会死。哦，除非有用一些无敌的技能，哦，了解预言家的那些啊，对。哦，无敌才就是我，如果是预言家，然后我喊无敌被砍圣剑也不会死。嗯，对对对。哦，你知道你信的不是用喊的哦。你要按哦，你要按。无敌，无敌，我是预言家，我无敌。哎、欸，怎么死的？啊，不是用喊的。我知道要喊红绿灯，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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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那个啊，抖音抖 S 是不是该来一下啦？好啊，好哎、欸。还一个蠢啊。哎呀，要找准的了吗？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哦。确认乱了吗？那就在美术馆啊。美术馆，好的。走起来，要确定自己是不是蠢哦。我一定最蠢哦。我是预言家，蠢就是查谁都是狼。真假？我要去、欸、小光知道那个夹层吗？夹层，你是说哪个夹层？我把你推过来，让你知道。这里，好诶、欸。大厅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密道，可是这里很黑。它是死路，它是死路，可是里面可以走到蛮。这里很大，很漂亮。对，这里很大，有点大。我家很大，也会冷一下。我家很大，我家很大，家很大。你要冷一下。我家很大，你要逛一下。如果你想吃，可以来我们家这边，有很多吃的。去个厕所都要开车。我会帮助你家的人，我也要坐高铁。没有啦，我客厅到我的那个卧室要开飞机呢。哦，你这样走到一半就吐出来了、欸，挺大的。好讲话。哦，搭飞机会吐吗？对啊，正常。对啊，可是我忍不到，忍不到厕所啊。真的要开船？你说在家里的浴缸洗澡要开船是不是？对啊。你都在浴缸了，开个屁呀、啊！我到底是好跳下去就好了，真的还是假的？可恶！哎、欸，太可恶了！太可恶了！第一次，直接走第一晚。A V C 加衰呢，好惨哦、欸小我！我的人生只有九十秒。哎、欸，下面有人来了！诺伊，你怎么了？找阿鲁多！哎、欸，等一下那边有鬼，完了！来来来，你来，你们都能动，保护你，可以要保护你。哎呦，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鸭吧，我来了，我来了，鸭吧！哎、欸，他们要来喽！我看一下，哦，是真唱，我是真唱。哎、欸，对，我是真唱，我唱的，唱的，唱的，真的，我真的，你是真唱，你没唱啊？阿喵阿喵，阿喵，我真唱，我没唱，我真唱。试一下嘛，试一下。现在也在唱，怎么办？我白天也是天黑的，怎么办呢？我要跳预言吗？怎么办？怎不是小光啊，不是哦，我是好人，我是小光好人吗？啊，我是好人，小光有鬼吧？你相信我了？不相信你啊？你已经被超度了，团团，你是什么？RTC 啊，二零你是谁？鬼了，我刚被 RTC 啊，是人鱼。那你是什么？你说我吗？我是。哎，我的票，我的票。哎，我的票了。我后面那个有有抖 N 抖 S 哦。啊，波波是不是抖 N 啊？你后面这个不是鬼啊？啊，这个不是的，是抖 N。波波好票，你票是啊。哎、欸，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波波会死，波波会死，波波，我的票被吃掉了，我的票被吃了，波波，我要真的假的赢了，哈哈哈哈哈哈！哇哇哇！我穷到人呐、啊！你让他 end 到赢了，他就等这一天了、啊。大家好，我是预言家，他等着等一百天了。我等了300年了，我等了300年了，他等了一年，终于啊！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是真预言家。没有，我跟你讲，我这张游戏赶快结束，让你赶快有游戏。你得奖感言呢？哇，得奖感言，那我要那个。哇，好开心、哦！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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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哎，只有你是蠢，存票拿一下。只有你是蠢的、欸，哎，蠢怨灵的。哎、欸，对啊，怨灵你是蠢的、欸，对，怨灵是蠢的、欸，你是蠢的、啊，蠢的变出来。Next， 哎呦，我难过，可怜哦。而且我就只有90秒啊。
有啦，我让我赶快下一场，对不对？你就可以赶快玩了。然后结果这一场和巧克力一样是怨灵，然后被杀了。我决定了，等下再再被怨灵一次，再成佛一次，再成佛一次。我每次怨灵都是第一天。太残酷了，那跟我也差不多嘛，对不对？你是被发现啊，我是直接就会打，连个辩解都没有。哎、啊欸，我刚人鱼还出 bug 哎、欸，真假的？我刚压秒唱歌到白天还在唱，然后我整天早上都是还书，整天早上都还书。哇，你唱隔夜的哎、欸？对啊，唱夜唱，唱白天很累哦，唱到八点，唱到八点，唱到早上八点再去上课。你现在还可以吗？很累哦。你喉咙还行吗？唱爆唱爆！有，有，今天看到巧克力哦，巧克力不要搞鬼哦，不要搞搞鬼是不是？看到脸过了，有，你是想乱搞啊？波波隐形哦，我先，波波隐形发光，超可以。我先停一下，有吗？哎、欸、有停哎、欸，我是真的吗？哎、嗯欸，我是真的，真的你哎、欸，你有吗？有，哎、欸，我们这边都是好的啊，不然我拉一个看是狼过来就知道了。好、啊，你拉，哎、欸，那我试一下我到底是下面在爆冲了，下面爆冲，你们自己小心哦。他来了，哦，你是真的，啊、我是蠢的，完了，你是蠢的，完了，你完了，哦，完蛋了，冲了，我自己出来，我是蠢的，完了，杰克是怨灵。不是，杰克隐形，杰克隐形，没有我忍者，我刚好直接我是忍者，而且我还是纯忍者。那杰克验出来阳性反应，好啊，那有点可怕。快点，妈在哪里？让我活久一点。哎，你们怎么？我不知道你们干嘛的。你要把我中毒，你很坏。你们一起中毒哦。小光，你是什么？我是杰克在那边，杰克不是用怨灵，杰克怨灵，我不知道，我不是啦，杰克是啦，只是他是啊，我忍者啦，哎，我是忍者，我看你，哎呦，我们第二个忍者，小光在干嘛？我不小心把我的票人拖出去了，啊，被捡走了，有人被警长了，哎，不对，那你为什么想票团团？我没有票团团，我没有要票团团，我只是不小心按到 Q， 他丢出去。那你什么职业？我是不能说的职业，说了我会死。我不会，晚上他们也看不出来。不能说。杰克了，我票杰克。我也是啊。来啊，来啊，杰克一比。来啊，让你们来啊，来啊，让你们去，让你们去。哦，你很废，不要，不，你真烂。哇！破音斗，哎、欸，哎呀！我最好死了，杰克死得稀索，好可怕！赢了 BOBO 了，我赢了一只木桥，你世界冠军是啊，小杰死了。你是蠢的，没办法。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哇，跑不快了，跑不快，跑不快了！一只没有耳朵，一只。啊，团团是什么？啊，我是老虎。你是老虎？你是老鼠？我是老鼠。你是老鼠？好鼠，老鼠。老虎，我觉得团团跟小光都是哎。不是我，我觉得是团团，因为刚白天没看到他。可是如果是他拿两票，他一定票小光啊，所以代表他们两个有没有？对啊，他们两个就有鬼啊，他们两个都是有鬼，好秀哦！谁？有人超秀的，小光你一票哎，花拳绣腿，花拳你我的意思呢？小光你一票哎，小光你什么职业？你要赶快说，你现在有一票，我是怨灵，我是怨灵。我是怨灵，那你出去吧。我是怨灵，我要被超度了啦！所以说我不能讲，我讲了我就要被超度了。你再验我一次啦！你再验我一次。都已经有人成佛了，两只怨灵啦，两只怨灵。两只怨灵，哦，也是怨鬼怨啦，对不对？消失的第二只怨灵，完了啦！爸爸，你是不是？爸爸，你干嘛？我要票你。票他，巧克力是狼，爸爸是狼，票他，巧克力是狼，快点票他！哇，我跑不过。爸爸走，爸爸走，
发发也是狼，发发也是狼，我赢了，出动。发发跟团团，剩下发发跟团团，你们自己小心。又要两只老虎了，要两只老虎了。现在是小星星了，别小星星了，我要变星星了。大蚂蚁小姐要变星星了，要变星星了，星星吧，被出掉了。哦，你有 RDC 了，你有 RDC 了，在那里，他偷了蚂蚁，然后还在那里，满天都是大猩猩，啊，还二楼，还二楼，录音还二楼，感觉很巧，感觉很巧，画面很乱，画面乱，不要啦，我刚刚 RDC。团团不用啦！你刚刚把大蚂蚁给吃掉了。没有，没有吧，没有吧，没有没有，不是我，那不是我。那你在哪？因为我刚刚在解决我的 Discord。没事没事，那你现在在哪？我看到可爱的仓鼠。哈，老鼠，老鼠，老鼠，在那边，那里，比如猫。一般的狗猫，马天竺鼠，老鼠，天竺鼠，天竺鼠，你干嘛？你干嘛？天竺鼠，老鼠，你干什么？我是队友，白痴啊！林耿尼先生，你没有叫到他，他在三楼，他在三楼，跳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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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楼。林耿尼先生的眼光绝对不会。有，太想太想走电梯，太想走电梯。快好爽哦！把你们热头全部揍完！哎，好爽啊！好爽啊！哎，下面的要不行了，下面是谁？二零，二零，二零，反正要靠我们两个，这个是没有票的。哎，完了！都让游戏简单一点，票他吧。你都让他赶快结束嘛！好，要上来哦，好像要上来了。没事没事，我是忍者，我会活下来的。我可以唱歌。那我们相信你。吓！我会怕，我怕，会怕，会怕，会怕。不怕不怕，你跳了吗？团团呢？我看这个在哪？看这个好了，看这个。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很难呢，干嘛？白痴！认错人，认错人，认错人！耶！他躲在里面。哦。哎，哎，他躲在里面，他躲在那个楼梯间，楼梯间，楼梯间。楼梯，楼梯，楼梯。哈哈哈！甲板那里，对对对对。哎呦哎呦哎呦！还在里面，小心不要掉落音。天哪！你他应该走到这里面了。哇，比如猫，不是诺伊走到这里，爸爸不是，在哪里？二分之一吗？完了，诺伊也没票，二分之一啊，诺伊我应该票你的哈，抽出你抽出这个幽娃。好笑，你又是蠢的，剩下我们诺伊也没办法懂。哇，那圣剑砍他的话是诺伊会死哎。对啊，如果对啊，因为我有查到啊。哇，好扯哦。哇，好险，好险是用票的，票的就没事。你还是懂 S 啊？哎，对啊，你应该叫你的队友砍你一刀，对不对？哦，对耶，对耶！我们跟团团那时候到底在演哪出？对啊，我只是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狼，可是我就想说这样演一下，好像可以喜庆一下演演你的。对啊，奇怪，结果你还是掉了。然后刚刚有没有想说看到有一个人我要票，可是那个时候看到就挪音，可是我觉得挪音怪怪，感觉是抖 M 就不敢票。
然后后来就用书查，诺伊你就忍，波波你就忍不住啦，团团。没有，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一个会质问我，一个没质问我。吓死人！那就再来，走起来！哎呦，运加运加，噔。我还要判断是不是蠢的，哎、欸，所以你们刚刚都是真的耶，真的呀、啊，刚刚都是真的。你说第一天刀比较久，还以为有蠢的。哎、欸，是原来你是蠢忍者哦，欸、你两次蠢了、欸。哎、欸，蓝星是蠢了，完了，对不对？完了，完了。我真的吧？你是真的吗？哎、欸，怎么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啊。刚刚啊，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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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黄灯狼吗？对啊，可以往上爬，只有我跟小雨，小雨跟只有我啊，那个蠢女巫啊。我是蠢狼人啊，的关系，所以爱丢灵药水丢我，又有 A 级头，太蠢了。在一起，我还丢那个丢灵药水。一起开头更蠢啊！没事没事，小时候的蠢不是蠢，你不要动过来，长大的蠢才是真的蠢啊！别过来，黑火现在是真蠢。嗨，团团，你小光怪怪的，我是好人。诺音怪怪的，诺音怪怪的，我是好人。我可以相信你吗？白痴哦、喔，太早丢了。那个那个那个后面那边有一个穿衣服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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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是不是？光是真的，我可以，我可以。哎、欸，那边有一个、欸，哪里？他是不是蠢啊？是纳瓦鲁的，纳瓦鲁的。他傻嘞，好像都没停哎、欸。他死了，你假的，他死了，你假的，哪里死了？他是蠢的，蠢的。哦，哎、欸，没有，他根本没看到技能啊。没有弄到。完了，太难过。没想到，这是什么？我来啦！交棒交棒，是假的。你来啊！都是蠢的孩子、啊。要钱钱要钱钱，哥哥给我你的钱。哦，两只蠢狼哦，两只蠢。要钱钱要钱钱，没有钱就会出事。唱起来，没有钱钱就出事。啊、钱快出事了。打到我了！哎，你们怎么那么混蛋啊？画面很乱，画面很乱，画面很乱呐、啊！林星宇、跟小光，你们谁？我们两个被票了，我被票了，我被透明人间了。画面很乱，画面很乱呐、啊！主办单位那个，你们怎么三个都被票了啦？对啊，你们怎样？我们是谁了？为什么被票了？那、啊、小光呢？我不知道，我刚刚还在没透明的状况下就被票了。我的天！我都被票了，啊、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又是三分之一了。看到一坨人啊，到处乱票啊！拜托神明降临于我吧！你代表有内鬼啊？不是，有一只狼啊，大家追那个狼，然后结果这边乱打、啊。对，降临交易。看到钱忍不住啊！其中有一个是抖 A， 完了完了，其实有人没票到这样子啊？那你怎么会是我？所以鬼是谁啊？你不是说幸运降临你吗？没错啊。哦不，幸运来了，小光，太幸运了！快点，要哎哎要哎哎哎！我跟你要说，要呕吐要呕吐，赶快给我！我要给你们。哦，巧克力姐，我是预言家，这是我最后的预言了。完了，这是你最后的预言吗？你终于成功了！哦，大家再。好残忍哦！我要死去啦！要死去！要死去！有一只狼子在追我，要死去！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所以是谁啊？哇！隐形隐形！我是我是我是粉哦！我劝你善良哦。小雨应该是炸鸡师，我是炸鸡师，炸鸡师，阿鸡师，炸鸡师，炸鸡师，炸鸡师。那你推荐什么？炸鸡锅，气炸锅啦，炸鸡锅是什么？气锅，气锅。我在想在讲啥呢？空沙啦，不见了，刚下面有一只。好了，小雨来啦。嗯，我们一起巧克力啦。啊，你是阿西斯吗？我已经把最后的波纹告诉你们了哦，就在那远远的远方哦。他去哪了？他巧克力在哪？是不
我不知道啊，他刚在电梯跑来跑去 啊。巧克力在水流这边啊、欸。等一下，他是不是抖 M 啊？他不是，他是狼啊。我说抖 M 啊，是抖 M 啊。那个繁星是女巫哦。他是说小雨是不是？他说小雨是不是抖 S 嘛？我不是要找人呢、欸！气死哎、欸！气死哎、欸！我帮你刀他，小雨，我帮你帮刀他。没有，你帮哪？前面那个才是，前面那个才是，前面那个才是 B O B O。没有，这样三个人就可以发光了。我们向来说话算话。哎、欸，你上次有在中下等。我以为你是抖 M 呢。当时大爆气。我是被打到而已。哎呦！繁星有机会哦，撑住撑住。你怎么给息好多、哦？分我一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抖 N 是20哦，原来是20。原来，我刚刚想说我的书一直不见了，你知道吗？我说，嗯，我应该要验啊，怎么没有验呢？都没人了，气死！你身为一个伙伴看不下去，因为我想说，我想说为什么你没有票巧克力吗？因为我直接从上直接票了就跑了。好，我错，一溜烟。好，然后那时候你们同票，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了，但我是票小光。哦，我是另一边的，我是另一边的，另一边的。我刚刚就感觉不太对，刚巧克力问我，好像怪怪的，所以那票好像是巧克力打我的。我一打你敢跑、啊，我就追着你啊。他已经发现我是什么了，哎呀，对啊、哎呀。我还想说，继续说，哎、欸，你们是蠢狼啊！完蛋了，被打了。你们那一伙人就不晓得怎么了。哎、对，可惜。好笑。哎、欸，诺伊还真的是蠢的。对啊，诺伊是蠢。他用的时候没有人停，因为我是在他用没有人停下来、啊，几乎是用之前就是砍他的。哦，爸爸，你们我没有看到那个提示跳出来啊。没有提示没跳。为什么你会不见呢、啊？我被狼抓走啊！他被狼抓走，我传他被狼网，他被绑走了。你还活到最后，你好强哦！哦，我是狼啊，是狼，你活该被狼网了吧？你醒着了吗？站在我面前突然不见，然后他是变什么魔术？变什么？被拉走啊！我会魔术哦。那是狼救了我耶！醒过来要醒过来哦，走来走啊！哦耶，又有打架的声音。吓到，赶快看 table， 没事。到时候验一票，验零独赢。验零独赢，对哦，验零独。我被打了一下、啊，就不怕我又是抖 N？ 不怕、啊，他很开心，他怪怪的。打我？怎么打我？我刚听到"打我"两个字，哎。没听到、啊。诺伊抖 N， 诺伊抖 N， 好。好的，我理解了。好的，听到了。说什么都不投入，我下一天把我这个神圣一票给你，一定让你赢，好不好？哎呀，有蠢蛋喽！阿丘，阿丘，二零很像哎、欸，阿丘，二零怎么了？阿斗在妹子身体里，好，哎呦，哦，变不变？我刚想说怎么这个妹子头上还有 ID？ 他都很爱躲，他叫 O R E K I 二零，哇塞哇塞，你附近有谁？哦没有，有人自己发光哎，很帅，这个是蠢狼，蠢，哎，是蠢狼还是蠢女巫？没有蠢狼吧？哎呦，蠢狼好像是自己发光，忘记了。小芳，你怎么在我面前帅帅？小雨是光影变了。小雨，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小雨跟巧克力哦，小雨去打，我拉一个过来给你，我拉一个，你拉一个会唱歌的，已经倒了，哎，巧克力也死了，巧克力应该是那个吧，我看不到这在哪里，好黑，这里你跑不走啊，这是一个密室啊，所以我们的怨灵是谁啊？哎，七彩的微风，扯着天气起吹拂。哈哈哈哈哈！唱不完的，隔着一层哎。哇哦，
啊，楼上藏到楼下啊，对啊，因为我又是很猛哦，直接一个穿到地下室，怎么可以这样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啊啊，下一首我的歌啊！哦哟，哎呦，小雨两个，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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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所以刚刚说鬼是谁啊？小雨啊！来来来来来来，小雨是狼人，小雨是狼人，又是哪里？小雨是狼人啊！这边是四兔狼。我不一定会获胜，你要讲你的遗言。不行啊，我被两个人票了，完了。好了，两个人鱼活下来了，快跑！啊！就是你们刚刚有人没看到人吗？这里。没有。我刚刚是跟二零旁边，然后我看到繁星这样。拜拜拜拜。发发刚刚有看到吗？发发跟小光。我是主人，可以不要杀我吗？我刚才那个自我发光的是我在让你们看我们自己，你看到我在讲什么，这就是我。你好醒目哦！中盖，中盖，我发现了。你可以走大戏吗？我帮你，我们双重唱，我们是双重唱，我们是唱什么？大大优惠，要大大大优惠，大大怎么还会没有？没有啊！哎，不用那么紧张，不用那么紧张，哎。Bro， 不用紧张 ，Bro， 不用紧张，真的。我很惊恐。你让人家受惊了。我跟你讲哦，小光刚刚在我面前翻。小光哦。对啊。我刚看到录音，他突然，哎，你怎么那么坏啊，小光？不是我，你很坏呢。我是女巫啊，你很坏呢。误会了啦，是你呢？你误会了，那不是我。你怎么那么坏？猫咪大战争六周年还没唱完呢。大厅一楼大厅要上夹层那边。等一下啦，那个嘞，那个怨灵死掉了。怨灵啊，嗯，怨灵死掉了吗？没关系啊，反正发发是蠢嘛，啊，我们放着给他玩啊，我们找怨灵。那个他去三楼，要往那个雕像那边走。你不要逼我拿灭人器杀你哦！来来来，对我等一下会丢出来。他在星巴克，他在打电脑，不付钱。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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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人啊，我看到繁星他突然穿狼装啊，对对对，对啊，是吗？哎，这个字怎么写一个光啊？哦，繁星，你怎么可以在他面前穿装？等一下，真的有光啊！你看那个杯子是写光，真的，我没有骗你们，我知道。你之前在玩的时候就有跟你讲了，哎，你都没有在听。不要啦，我是好人啦。两票，谁帮我再票一下？票一下那个繁星啊！繁星就冷雨啊！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我会唱歌的女巫啊！那我是大七师。他没有大七师是我啦！哎呦，是我啦！客气了，客气了。哎，是啦，我不会自己发光，你会？哎，我没有发光，是纯女巫啦。哦，那个隐形丢了会发光哦，你们看我在哪里？我跳哪里买的？我们先找怨灵吧。我们先的没有啊，可是我看没有怨灵嘞，每个人都我也看没有怨灵耶，没有怨灵，但是有恶灵啊。那恶灵会不会就是怨灵？哎呦，哎，没有啊，恶灵在。哎，等下蠢的晚上不会隐形吗？还是也会忘记？都会隐形，都会。对啊，那我们都看到彼此，那就不是啊，这个。蠢怨灵只是晚上，那个是那个啦，那个是哦，蠢的大七师，对，蠢小孩，蠢小孩，啊啊哎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巧克力是蠢怨灵，可是为什么？你好像你的无敌会破他防吧？可是你刚刚用什么东西打他？拿他的斧头啊！他是狼啊，所以你拿他的狼刀就可以砍他。那你怎么没有赢？你怎么没赢？死了！哇塞！为什么你死了？我就蠢啊！你太蠢了！没有那个巧克力是，哈哈哈哈哈！巧克力他是怨灵，然后我看到他透明，我想说阿半就砍一下看看，哎，死了！我蠢怨灵啊！我开心走，知道吧？被蠢死了！有90秒的体验。对不起，你这几场都是很短的，真的。我不想再等你。我至少可以在天上看你们在那边盘。哦，怨灵呢？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想要找怨灵，找不到，因为怨灵一开始就被我杀掉了，早就死了，哭了。
哎呀，来，我们最后换张地图。好，哎呦，是别的哦，哎呦，另外的哦。因为从其他人那边传过去的声音，我有回音，可是我这边，我稍早在测试的时候，我 DC 完全听不到他们声音，也听不到游戏的声音，所以我另外拉一个音轨出来，然后这个音轨出来的时候，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好像就是 DC 这边的那个传不出去了，应该是这个原因。音讯麦克风，对啊，是欸，音讯还是要这个啊？喂，看一下哦。八月箱子我领了吗？啊，这游戏太好玩了！你来啦！天哪！好抱歉，让我瞧一下啊！好，怎么是这张？哎呀！哎，在红绿灯地图玩呐、啊，这样就有回音了吧？有了哈。哎、欸，我强大的了哎、欸，我好聪明哦。好好奇是哪一张？三字经。他这个这边怎么是空的？哦，三字经哦。对对，他是被切掉了。欸、这个对啊，他图被切掉有问题吗？有问题，问题很严重。我刚以为他是破图哎、欸哦，结果我就摔下去了。这边、啊、是 1.17 才有的地方，啊、因为降版本啊，哦、那个方块，方块会崩皮，降版本，嗯，因为就是它指令包，哇，它这里有地洞，有洞哎、欸，地板有洞哎、欸，对啊、哦，这个不是地板有洞而已、欸，这里是一个大天坑、欸，因为这个本那个什么雪，它很多方块是新的那个，对，对啊，方块，它指令包是有更新啊，只因为有一些。就是告示牌那小问题，我怕连指令包都有，嘿，所以就直接强制降版本。我说这个地板会不，我们家不。我问你们那是大厅啊，重点是游戏场地。游戏场地有、哦、没事就好了。哦，没事啊，游戏场地没事，都没事啊。对，只是要等一下才会没事。啊，等一下才会没事，所以才有事嘛。那现在有事吗？没事，你们没看到啊，你们没看到就是没事啊。我们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我总觉得游乐设施少好多东西、喔、有一些洞。对啊，这个中间怎么这么空？对啊，对的。它这个迷宫少，迷宫不见了。有吧？还是有迷宫啊？有啊，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有啦，迷宫当初就这么高啦，真的啊。它原本是这一整块都是迷宫，好不好？没有没有没有，真的这么小？我死在这边过两次。没有迷宫本来就这么小，迷宫。对，我死在这边两次过。真的真的，我检查一下，没事啦。看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穿一下看一下地板有没有的、哦。我把那个僵尸的那个给堵住，不然就太大了。有看到了、哦。但是水流这个还可以，水流可以，好像还好。可以啦，可以啦，没事没事没事，安全安全安全。怎么感觉游乐设施少了好多哦？我也觉得少很多哎、欸。就看起来怪怪的、啊。还是它材质变了、啊？材质变了，有可能少了两只大僵尸的关系吧？看起来少很多吗？没有，这边中间真的是少了很多东西，感觉空空的。误会误会误会，我们去搬记录台，再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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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在那边加迷宫，我也要。这原本是空的吗？没有，我只想要把它补高一点啊，不然很、哦、没对称，很难过。哦，你补一下，补一下，他说直接补到最高，然后避免万一。嗯，好啦，再补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多一点分支，多一点分支、哦。对啊，这样比较爽。切不 OK？ 变成自己在盖地图，都来了吗？要怎么进去？啊，就一样、啊、一样的。游戏大厅，哎、欸，怎么歪了？我的芯片左边呢、欸？哦、没关系啊，新本来就是偏偏左边啊，新本来就会偏啊，对没关系啦。有些人是偏，那、啊、我们就看看会不会那个很困难很大哦。好，基础场走起来哦。迷宫好了没？迷宫好了，迷宫好了。那个蓝色部分有点大了啦。
好了，走起来。有了有了，看起来应该没问题吧？应该还好吧？看起来还好、啊，没有人改走迷宫了，正常的、哦，没有那个、哦、没有那个蠢的啊或啥的，就是正常。哦，哦这边、哦、对，这边是繁星的，我的，嗯，我的，那个你的都堵起来了，你的。老鼠、哦、上不去了、哦，好吧？哎、欸，他那个凉亭，他凉亭不见了嘞、欸！那个凉亭不见了，欸、对，凉亭不见了。那个凉很多东西没有偷。哎、欸，偷看有人偷看我，他离家出走了。彪彪很可疑，我很正。嗯？啊？啊？什么？部分喽！加油、啊，加油，你可以的，周小富。仅，周小富，仅限一场的 OP 点位。只限一场的 OP 点位，朱小富，因为我在把它变成狼人杀的地图，发现有一個很 OP 的點位，你要再蹲，你要再蹲，往前蹲，我们那时候有点难躲，居然吗？往我这蹲，对对对，继续蹲，对对对对对对，原来是从这里哦。繁星那里不错，这还是我屏障，那是我这里天下无敌啊！好了，巧克力天下无敌了，巧克力是好人，对，天下无敌啊！啊 ，Licky 对，我你厉害啊！哇塞，你怎么在那边呢？没有，我下过呀。怎样？你又看到了？你为什么是隐形看到我？哔哟哔哟，怪怪的。杀人事件。哎、欸，完了完了。没有，你再过来一下啊！哔哟哔哟。不用不用不用。哔哟哔哟是怨灵，那边怎么怨灵？哔哟哔哟是怨灵。哦，是我不是、啊。查他查他。啊！你在打他，你在打他，碎。咔咔咔咔咔。哦。小雨跟团团。小雨是好的。啊啊啊啊！我刚刚巧克力是好的、啊。哎呀、啊。我很好哎、欸。小雨是看到了吗？看到看到看到，小雨没看到。我巧克力很好，小雨在我下面，小雨在厕所。我这里人很多，我都是方法没看到。对啊，我跟蚂蚁小光没看到。我在那个，哎，没有你没有。我在。人被拉了，小雨拉拉我。对，我是你，我在迷宫。爸爸，对对对对，爸爸呢？爸爸，没有，他是后来才去的，小光。没有，我在迷宫啊，我在迷宫。小光没有，你上一天没有看到啊。小光在迷宫里耶、欸。他在迷宫里吗？那你在迷宫里面的。那你是什么？就是他了。哎呦！我躲在迷宫里。你是什么？啊，亚美德！不要这样，他是亚美德。他是亚美德，他是亚美德。删除法，你太坏了，不行。删除法。哎、拜托，我看一个晚上看五个人呢、欸，删除法删一次也没几个好人，好不好？啊，有人在互票哦，发法票蚂蚁，所以发法也是啊，发法也快哦。对，然后小光也票蚂蚁，蚂蚁默默的烧坏出局了，又坏耶，蚂蚁，不，发发不坏，哦不，你被票的时候就要反制他。哦哟，是谁啦？这让我玩起来。我是不是又杀错人了？你不是吗？你马上就把我杀了！爸爸，那你为何要保护我呢？我不杀人，我杀人一杀人我就杀队友，我好过分！你杀人不杀人，好坏呀，你坏透！爸爸，你知道我这条命，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捡回你的命。就是想要亲手刀掉你、啊，原来是这样吗？是这样、啊，那还不如把我票死吧，让我充满了希望之后再给我绝望、欸。我觉得你们那里有一个狼哎、欸，我们这里呢没有，可是刚刚沙瓦鲁斗都有动哎、欸，对、啊，哎、欸，刚沙瓦鲁斗，刚没有沙瓦鲁斗啊？有，刚有，现在才有沙瓦鲁斗，看一下啊，哎呀。哎呦，发法跟小光啊，第三狼谁？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也是被我杀掉的，也是被你杀掉的。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你真的是狼王。哇，应该没开什么白狼吧？你那些朋友没有判了啊？我们那个怨灵已经走了，哇，在哪？没有了，怨灵还在厕所，厕所，对对对，在后面。他想他进迷宫了吗？还没，哎，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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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一个刀掉你们哦，小心哦！你绕一下，你绕一下。有人，我找到他，他被逼了。哦，没事没事没事，我找到，我找到了。我对不起你们。没事没事，你可以马上来陪我们了。狼人全部刀了，
好猛、哦、而且我还是狼王，我还把全部的狼小弟全刀掉。我做了之后再把人了。我想说你姐小郭，你刀了小光，然后你一开始就刀了我。我想说我，我你全刀了耶！你好乖哟、哦。你是好狼人呢、欸，你是好狼人、欸，我们是自个人。你这个狼怎么了？好可怕、啊！超级好狼女、欸，超级好狼人。啊、我要把保护点打掉了。哎呦！哦，二零完全没有穿装哦。有有有。哎、欸，哦，二零没穿装，对，他没有，他是他一直是超级好人。对，他炸机很快就结束了。哇！就只是在小看诈骗，不需要，不需要穿装哦。那再来啦，那个狼人，请看仔细。哇、哦！你们怎么全部烧起来了？哇啊！我们在他们刚爆岩浆，鬼火鬼火岩浆，我就爆岩浆啊！真的烧起来的很可疑哦。火焰精灵，乖乖的。对啊，我是火精灵，火精灵，火元素，火元素。乖乖乖乖，哎，乖乖乖乖，那个够远。哎呀，那个我刚刚的点拆掉了，拆了拆了。二零四，我以为波波你跳上，想不到你弄的，乖乖乖，我你是老师哎、欸，哎呀，哎呦哎呦哎呦，那你是说哪一个跑酷点啊？厕所？马来西亚最会跑酷的？哎、欸，嗯，他们是在厕所，嗯，厕所那也还好啊，就一个顶。厕所啊，我上来了，你们小心哦，厕所之乱哦。我死了就是团团，我死了就是巧克力啊！不是杀生名啊！如果你们两个都死了是谁？我都上来了，睡哦！我要死了，就都死了。我也死了，小光我大哥啊！我是什么职业？那、啊、你是什么？哦不会吧？你是什么职业？啊，就是。怎么我知道你是什么。跳一下，跳一下，杰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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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鬼，是杰克，是杰克，你逃得掉吗？你逃得掉吗？我一个小光鞭啊！杰克是鬼，杰克是鬼，不是啊？你是谁？你这个是谁？哎，阿姨，阿姨 ，Coco， 阿姨 ，Coco 是吗？你们过来。我没有想到，那过不去啦，我不会逆游啦。团团救命！你肯定有个什么吧？哎 ，Gonna sweet， 肯定有个什么吧？完了完了完了！你这个怎么激战？快唱完了吗？快唱完了！不能啊！啊，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好的。你们好热闹啊！还在回？还在回？我是预言家，小雨不是狼人，小雨不是狼人。还在回？差不多，先生。杰克，不是杰克，杰克，不是，不是，杰克是厕所，你是啊，你刚才那个威胁人，你是什么？你是二零，我是技师，我炸技师啦。没有杰克，杰克你把二零砍了，炸技师。蚂蚁也是哦，蚂蚁也是。怪怪的，诺伊在追繁星，哎，这也怪怪的。先票杰克啊，杰克不见了，怎么办？蚂蚁在迷宫中间，蚂蚁也没有蚂蚁，迷宫中间是我愤怒的一拳，是我愤怒的一拳呐！好，你们打，你没有票到，我推他，我票到，我票到，你怎么推了我一拳？怎么推了？好，2票够了吗？好，好卡，这边好卡，这边好卡，这边好卡，不要再那个，好，3票，好了，没事，哎呦。没事，刚没看到谁，票型好好看啊！我来查一下，没有，你有看到我，你有看到我，没有，你是鬼，我团你在哪里？你救我！哈，干嘛？阿彪，哎，阿祖按不下去，是团团吗？不要，你不要啊！对啊，芳芳，你是什么？我不告诉你啊！他们给你。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我要走了。你有办法吗？怨灵，我帮你找到怨灵了。怨灵是谁？我是怨灵，不是你，不是。爸爸是怨灵，爸爸是透明的。发法没有，我刚有看到发，可是我绿人，我拉他，他隐形，除非他是忍者吗？他忍者。啊，还有谁啊？我告诉你们的。诺英吗？好了啦，怨灵，我抓到你了！不要放过我，你这个假诈骑士！所以要投谁啊？
杰克不是吗？杰克，杰克，杰克在哪里啊？杰克在苦力怕树上。我看到，我看到了，诺英，诺英，哦，是诺英啊。他那个他在树上，他在树上。哎，我怎么了？你杰克，杰克，杰克打杰克，你是没看到吗？他好了呢、欸，他诈欺哎，没有，他真是鬼，他我真的诈欺到了。哎呀，我快点出来，我是诈欺师。可是啥路都开，杰克下去了，苦力了，苦力了，给你开。忘完了，苦力了的头，苦力了的头，你没有动啊？我真的，我要掉给你开。那你可是你追对我追整晚哎，追整晚。我想说，爸爸，请你回来，阿公，你回来啊，西瓜。爸爸，切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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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杰克，那就是杰克，那就杰克了。你下来，诺伊，你的运气可以的。我不知道杰克在哪。我不在，我不在。惨了！可惜呀。你没发现我多成熟？好啦，你不要指着我啦。为什么预言家可以唱歌啊？暂停过来一下，一个唱一个舞。你说怨灵死掉了、哦？对啊，怨灵不知道跑去哪。小雨是怨灵是？没有啊，怨灵是八八，怨灵是八八、欸，哎，是吧？是啊，他一直都是杰克。哦，这高度，杰克在哪里啊？四、哦、四格高一格，哦，难怪不行。哎，我没有，我再看一下宝库卡，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不能救你啦，你快跑、哦！我还一次，我还一个。哦，我看看是谁，繁星，繁星怨灵了啦，这是繁星怨灵。哎呀，被发现啦！哦，八八是八八，八八是八八啦，不好看到了，看到了，不会隐形。好，我看到，没有看你隐形，要看你现形，你不要隐形，看你隐形。哎，要去找那个啊，繁星。哎，可是怨灵不是还在吗？繁星怨灵啊，所以繁星要先跳。我是警长，不是没有警长。我想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我刚刚关麦嘛，可是我刚一直大喊“繁星是怨灵”，我想说没有人听我。你这里完全没有人听到。我想说你是要把我留到最后杀还是怎样、欸？我没有通灵了，因为刚刚通灵了。刚刚我跟小光还有诺英在这边，我超尴尬，好不好？然后小光死了。我超尴尬，我一开始想说，嗯，我跟繁星，然后看到繁星透明，哦，我知道你是什么了。然后诺英直接变成狼啊，完蛋了，这边怎么一个狼一个路？快点，我们锤死他，我们锤死他，我锤死他吧。我原本想说我要那个穿章啊，干嘛说？哦，我是。哈哈哈哈哈！快锤死他！我然后我就看到小光跑掉了，跑了，死了，我就死了。原来不是啊。哎、欸欸欸、不是啊，不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好呀，好呀。一路见你存在的美。我很帅吧？好帅！你怎么这样？你有两个斧头、啊？你有双刀啊？斧头！哇！你怎么八斧头？那个阿萨卡，好扯哦！我发光变这个啦！太夸张啦！团团，让我打一下啦！不要了，我们都旋转跳跃了，你不要来啦！给我一把斧头，饥渴难耐啊！你可以学那个，更饥渴啦！你可以学 DVD 的那个兔子啊，丢出去有没有？丢出去我就死了啦！团团在大厅，他在大厅，他在大厅，二挂了，我二挂了，二挂了，二挂了，二挂了！哇，我们出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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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动了！天体包夹来了！哎，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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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里啊？嗯，他在中间，他大厅中间，他迷宫附近。包围他！包围他！我跟你说，动手夺白刃！哎，我不是，谢谢老哎哎哎。有有有有有有疯狂追逐，游戏好难玩哦！那我帮你平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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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油！一个人进，老板，你救我一个人进，快啦！真的吗？好了，不懂了。你是不是平票？你平票，我帮你平票。那唱歌也跟着在唱。哎呀，我痛啊！
跳大，一句话吓死我，吓死了，快跑啊！会管现场，会管现场，会管现场。哎呦，小雨也是人鱼，对、啊哦，我没有唱到，又刀到自己人了。没有，就是你去抖那个，你抖发发一个彩虹 SD， 他就帮你平票，有没有？各种刀自己人啊！你把200看，不好意思啦，二零，二零一 ，QQ 20，我看看另一张有没有办法啊？啊？欸、没有啊，他其他图全都被吃了。哎呀，哎呀，他团哇、嗯，对啊，因为他很多那个。那还是一样这张好了，避免万一、啊嗯。你想去搭马车吗？对、哦、对，你怎么知道？可能指令没办法，应该就没办法。没有，因为那是1.17的。叫给爸崩呢？哎呀，给爸崩，给爸崩，给爸崩。我团里的安内啦，你加安吧。哎呀，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冒进，你冒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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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团团蹲着在那边跑很快，很好笑。不是给爸爸，不是给爸爸，啊，这个嘴边。那我们用那个啊，各种开开啦。好啊，全开啊，开了。死亡笔记本，开了啦，开了啦。死亡笔记本啊，死亡笔记本、啊，对，死亡笔记本，通通都开啦，通通开啊！好想玩死亡笔记本，哇哦！快速模式也开喽，好，可以啊，可以啊。哎，小宝，快速模式开啊，避免就是直接出局就。你说警长吗？开通了，其他都有啊。好，蠢蛋、丘比特、白狼、雪狼、魔狼、梦狼。好的，好多哇，好多，好混乱。香米狼，香米狼，你是香米狼哦。早起、欸，小光知道快速模式吗？嗯，我快速模式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出局，一定会死掉，啊，直接出关可以冲票，快速除非要有人票哦。了解，我们第一天白天过半就可以票人哦，啊，不然会有人出局啊？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哦哦，你手上有一本书吗？哦。哦、不要惹小光，不要惹小光，不要惹小光。你可以选你最讨厌的人，那是死亡笔记本。你可以对，那是死亡笔记本。你哭了？什么？没有啊？今天选了繁星，选了繁星，没有啦，没有啦。干嘛等他们就两个人一起出去？我不是啦。小光回头，票他小光。哎哦，第一晚就可以票了，是不是啊？哎，第一天，刚走到第一天。哎，我票到了，我票到了，各位。哇哦！怎么那么快？可以！你怎么删掉了？删掉了！删掉了！他没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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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还是为什么要叫出来？不是，我想说我要解释一下那个是干嘛的啊？结果你就哭啊！我想说，哎，以前不是就直接那个吗？原来现在要一本书，有没有？不要！哎，你是真正的那个。那个狼，不，那个狼猎人是真正的狼。哎，那个跟那个可以查一下那个恶灵哦，他是月亮。好，你都这样说，好吧？那小雨是狼。爸爸，没事啊。爸爸，你好蠢哦。不是啦，我是女巫啦。这个不知道了，看不出来了。你要蹲旁边，蹲角落。这个角落，那边不行，这样跳就可以了。快点！快点！你们怎么跳那么慢呢？要出事啊！我来给蜈蚣，我来给蜈蚣中。是，有个人鱼在尾随狼那边。小雨票，小雨有一票了。他去哪里了？是团团吗？小雨，小雨。小雨是狼啊！小雨是狼，小雨是狼啊！哇，那我刚刚不小心按到嘞、欸！对，怎么有人把右手给我？你不要把眼镜，那是右键，那是右键。爸爸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赌，不要赌！你不要赌，下去赌，下去赌，下去！你不要，他已经有了，他已经四票了，他已经有了。你赌了我就死了，你不行，你不行。哎，爸爸，好，送我下去，送我下去。蚂蚁是什么？蚂蚁那天框框，我是他们两
个在跳舞哦。你被他们舞姿给迷倒了吗？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跳啊。啊。斜着跳，斜着跳。对对对对对。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小影的料，再见了，小影。诺影是，诺影是又关麦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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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着开着开着。我现在是救援大队。谁？团团吗？还是谁？好啊！你要再听一次我唱歌吗？可以去你旁边哦。哦，那就蚂蚁啊。怎么是你？哎呦，干嘛？蚂蚁是狼人。蚂蚁是狼人，是蚂蚁哦。哎，阿月你，我有这里。啊 ，C 哦 ，C P 是。录音是什么？我有点乱。我是蓝鱼。哦，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想要有你陪伴我身边。啊，林狼人，想听你唱歌啊！你要听什么歌？你有呕吐歌吗？呕吐歌，发明机构那个是什么啦？你不要乱教人家。太可怜了吧！太可怜了吧！太可怜了吧！蚂蚁，你不要我已经没有同伴了。哎，蚂蚁是每次玩狼人杀都会被这样啊？那你上天去陪他们吧。啊，每次都这样。不，不要看 ，Don't touch me! Don't touch me! Everybody, 哥哥看妹妹，看妹妹是看妹妹。欢迎文杰 ，Everybody, 阿莎看阿贝。哎呦，助理，助理，助理。哇！转眼间，我的朋友们全部都没了。哇！感谢小光让我们带掉了一只雪梦狼。不客气，不客气。哇！谢谢小光。不客气，不客气。我还在尾随人家追过去。我是想说，繁星在我旁边，看起来应该是狼吧？把它变 CP 应该可以保护我，然后你们就发现了。可惜。那么厉害啊！八点档哦，枕边火影，火影，火影，火影。那最后一场喽，好，大混乱，啊，完蛋了，哦，哦，烧起来了，烧起来了，烧起来了，谁那么烧啊？啊？嗯啊？你在说我烧吗？我才烧。嗯，我们那么多人喜欢，燃烧起来，两个臭烧。什么鬼啊！你们是狼就去斗他，跟我们无关哇！与我无关，你是不会，你与我无关，与你无关，与我无关。爸爸，你是什么职业？我是警长。那不长，警长不是一个主职业哦，他可以哦，我不信。哥哥看妹妹，哎，对对，第一天可以票，第一天可以票，真的假的？可以票吗？哦，好。要被出局啊！不然蚂蚁每次都最后被虐，我们票蚂蚁吧。哦，那个我喜欢，我哪个？我们一起死吧！哎，真的吗？真的吗？下去！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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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呦比呦，你也有这天哪！我不会好事了，真的！这到底是什么？用别人发明的来弄别人呐！用我发明的招来来弄发明者，我的天哪！我是纯的，我是纯的，我不会丢了。死了，爸爸是纯的，死的。你怎么可以打薄荷姐姐？等一下我要拼老命了。那怨灵呢？怨灵是谁啊？怨灵是谁？小光啊！小弟弟，我知道不要说话了。小弟弟，对我笑吗？怨灵，马上点出来。想说假装一下，我在上面看哦。怨灵是谁？对，我回的好像有点太自然了，我觉得我回的好自然了，完了，不要啦，老公。小光，小光人呢？我是蠢，不对，我是蠢的，我是蠢的，没有没有，你是蠢的，你还是怨灵死了。我是蠢的，我是蠢的。你是蠢的还是一样是怨灵？不，我是人类的一方，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哪里好卡？这里好卡，这里好卡。
哎呀，不要！我说我有两票，不用担心。是哦，你怎么有两票？你不能当警长、我是跑塔，我是跑塔。你是跑塔塔，感觉很像是二零四啊。我只是想躲好好的就好了。二零四呀，204啊。我死前要说，大家再见，再见，欢迎光临。二零穿装了，不是啦，我是大象子啦。你个头啊，你会加速啊？警长狼人呐、啊，你们快跑啊！狼人，阿姨活下去。我在活，我在没有薄荷姐姐了，没有薄荷姐姐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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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姐姐是蠢鱼人，蠢鱼人，蠢鱼人，他是蠢鱼啊，对对对，刚没有他的歌没有用，就对，那也是鱼头人身体这样子吗？跳一下，跳一下，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好帅哦，哇，跳一下，跳一下，你试看啊，开心。哇，一起下去啊！好啊，一二三，哎、欸、啊，跳不过，跳不过啊，怎么难？这一次，哎呀，哥，阿哥是你，我想说要等另外一只哎、欸，他怎么办？他是场上剩三个人啦，下来啊！哎哎，没有，你要想，你们之间还有那个白狼，还有白狼，还有白狼啊！啊啊，再说嘛，还有白狼啊！小雨有两张票啊，他们啊，警长啊，绝对优势。他是白狼啊，二零，他是白狼。我不是啊，他很白啊，你才是白，你看起来就白吧。诈欺师啊，没历史啊。啊，你是诈欺师吗？可是我查你是狼人呢。哎，那你笨呢？哦，真的吗？哦，没有，你是你查诈欺师，当然也会是狼啊。对、哦，真的，我以为魔狼可以查得出来、欸。没有没有，你是查不出来的。好吧，没办法，别打了，要死要死要死！你不要走啊，来啊！我不要，我怕。你们有白狼？哎呦呦呦呦呦呦！死掉死掉死掉！谁是谁？哦，二零谁嘞？就说刘某啊，对不对？还有还有还有，李希也想要这个，打架打架，你牵手，你牵手就可以了，对不对？不用跑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技能，别忘了哦。我怕，技能不在你身上，就在对方身上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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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五！你们两波了！哦哦，这里我是蠢狼，你迷宫出来，小雨躲在角落，换他追你了。那你们最后谁是狼王？啊，最后不是我。二零，你可以拉他砍他。二零呢？我好像一开始就按掉。哇，他最一开始就一开始他有拉到按到了，一开始我不管，我全按了。你跟我一起票他就对了，你就干嘛、哦？哎呀，还真的有白狼啊！哦，一定有，我以为是你是白狼，想说你就看我们狼打到最后那一周，这样自己留下来了。我也希望。他是诈欺师，诈欺师，闭嘴啦，蠢狼人！哎、欸，我被自己发明的招弄死，我的天啊！我去投票团团，该死！哦，你掉我的，好，你这边很正经的，不好玩，辛苦啦，休息啦，休息喽，拜拜，拜拜，哎呀，原来我前面没有混音啊，没办法，因为刚刚弄了半天，弄很久。对啊，现在才有这个声音喂。然后今天应该讲话应该没有比较断吧？我稍早去问那个马田，他有帮我把那个，他有教我把那些那个什么，那个叫啥？就是讲话会断断的那个，就是音感啊。我有请他教我怎么降低一点。那今天应该比较不断吧？
如果会断的话，我精华很难剪，不会哭哦，我就不剪了。好啦，就这样啦。看一下，我的天哪！哥哥，你这样子，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吧？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我们明天。明天 Amigo 好像会玩你一款游戏，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玩。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谁叫我？哦，老朱哦，好，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唉，好热哦，我好累，好热，毕业毕业。你的鸡巴音真的听不懂。哎，有些人听得懂啊，就只有你听不懂。